哎，老板，卖鱼吗？有没有龙胆石斑？大鱼？没有啊。哎，乌青要不要？早上刚钓的，来两条吧。乌青是淡水鱼，泥土味太重，刚钓的没法用。可以啦，没那么差的。上上早，哎，走走走。有货吗？有啊，当然有。你看看看，看。斑呢？哇、哦，这个也得有八斤吧？有啊有啊，好新鲜的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说没有吗？这个斑那么大，就他做的好啊，我们这里给你浪费了，大哥。谁规定？难道不会做就不能买你的鱼了吗？总得讲先来后到吧。明明是我先要的龙胆石斑，做不好就浪费啦。我这个鱼真的也不是天天有的。啊，兄弟，我赶时间。好好，来来。老板说这种鱼只有你才会做，你怎么做？鱼举中断，湛南乳汁，辅以秘制香料，腌制入味，小葱包裹，明火灼烧，皮脆肉嫩。血橙、茴香菜、胡萝卜、京葱做底，倒入白酒，底纸包裹，烤箱提味。白酒配白肉，最大限度保留住了鱼的鲜味。哎，两位大爷别搞我做生意啊，一人一半啦。